这个礼拜也够精彩了吧？这周是我的生日，也跟大家分享了好消息，当然也在西安火力全开了，粉丝们也太厉害了，说冲就冲，说停就停，冲到38万个生日祝福，这我要看到明年的生日才看得完。火力全开大队也给了我生日惊喜，也在生日 party 上安排了特别二的演出。哎呀哎呀，太二了太二了，又在那乱跳了，看不下去。有个厉害的书法大师送给我9个成语组成9条龙的一幅画，我希望以后我的成语因为这个可以突飞猛进。虎藏龙，莫名报喜，太好了，莫名报喜。另外还有当地歌迷粉丝送的汉服，还有歌迷会制作的生日影片，我看得好感动。当然还有生日 party 的非常特别的神秘嘉宾的加入，你懂的。谢谢所有同学们的祝福，下周二再见。